同埋會有幾陣雨。跟住睇下今朝嘅新聞提要。法國南部有車蓄意撞向途人，三個中國人受傷。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弗林揭發計劃收取土耳其1500万美元，協助中南流亡美國嘅伊斯蘭教士。31多个内地网购平台举办促销活动，详细内容。法国南部图卢兹附近，一个男人揸车蓄意撞向途人，造成三个中国留学生受伤。中国驻当地领事馆已经派人去协助。司机承认蓄意撞人，警方话佢有精神问题，相信同恐怖主义无关。大批警员赶到，封锁现场调查。事发在南部图卢兹近加布拉尼亚克一间学校附近，当地星期五下午正值学生放学时间，一名男人揸车冲上行人路撞伤三人。中国驻马赛总领事说，三名伤者是中国留学生，两女一男，年龄都是20几岁，并没有生命危险。Il n'a fait aucune revendication, il a simplement indiqué qu'il souhaitait foncer sur ces personnes. En l'état, ce qui dominePour nous, c'est un profil psychiatrique chez quelqu'un qui a commis le passage à l'acte dont je viens de vous parler. 28岁司机随即被捕，佢承认系蓄意撞人，又话策划咗犯案1个月。警方话佢有精神问题，相信同恐怖主义无关。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谦报道。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据报曾经计划收取土耳其1500万美元，协助他们捉拿一个流亡美国的伊斯兰教士，并送回去土耳其。分析相信调查团队是要透过这些罪证迫使他在通俄门调查上合作。弗林的代表律师否认指控。美国传媒早前报道，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已经被负责通俄门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米勒掌握罪证。《维尔加日报》报道更多详情，话弗林同佢嘅仔迈克尔旧年12月中曾经喺纽约同土耳其官员会面，商讨将流亡到美国嘅伊斯兰教士居伦引导翻土耳其。居伦被指涉嫌策划土耳其旧年嘅流产政变，系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嘅眼中钉。报道引述4个消息来源，话佢哋曾经计划捉拿居伦，再用私人飞机将佢送往土耳其伊姆拉勒岛监狱。事成之後，土耳其將會支付1500万美元俾弗林作為報酬。據報嗰次會面仲討論到點樣幫助喺美國囚禁嘅土耳其伊朗裔黃金交易商扎拉布重獲自由。扎拉布因為協助伊朗規避美國嘅貿易制裁罪成囚禁。土耳其政府據報曾經多次向美國政府提出釋放扎拉布嘅要求。報道話呢一次會面嘅時間敏感。去年12月中，特朗普已經屬意由弗林出任國家安全顧問，弗林亦都在特朗普的過渡團隊擔任關鍵角色。如果證實弗林上任國家安全顧問之後同土耳其仍然就這些安排接觸，他可能涉嫌貪污和以非法手段將美國公民帶出境外。分析相信調查團隊是要透過這些控罪向弗林施壓，迫使他在通俄門調查上合作。无线电视记者陈敏婷报道。新任英国国防大臣威廉逊同到访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会面。威廉逊和马蒂斯星期五在伦敦会面，是威廉逊上星期接任国防大臣职务之后第一次和马蒂斯进行双边会谈。威廉逊重申致力促进英美两国特殊关系，加强防务合作，致力打击恐怖势力和应对来自北韩和俄罗斯的威胁。马蒂斯就说两国合作展现解决问题的决心。美军3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今天开始1年4日在西太平洋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是10年来第一次，相信是向北韩施压。日本和南韩亦都派出战舰参与。When I say to the North, do not underestimate us and do not try us. Now,is the time for strength. If you want peace, you must stand strong at all times. 3日前，特朗普在南韩访问期间再次警告北韩不要轻举妄动，又重申各国要强硬应对北韩威胁。
美軍三艘航空母艦列根號、尼米茲號同羅斯福號同所屬戰鬥群，由今日開始一連四日在西太平洋舉行聯合軍事演習。日本亦會參與，海上自衛隊的直升機護衛艦 V 世號同兩艘驅逐艦星期五出航，前往日本海同東海，星期日同美軍進行艦隊周邊警戒監視同情報分享訓練。南韓就派出七艘戰艦參與，包括兩艘神盾級驅逐艦。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話，雙方會在朝鮮半島東部海域進行航母作戰同護送空中射擊任務，加強韓美海軍聯合作戰能力。為了應對朝鮮半島緊張局勢，過去美軍多次派航母在西太平洋區域演練以震攝北韓，不過三艘航母同時出現卻是自2007年關島聯合演練以來第一次，亦正值特朗普在亞洲訪問。今次三艘航母一共搭載大約200架戰機，相信是展示實力，警告平壤政府停止試射導彈和核試。如果北韓執意利用導彈甚至核武攻擊日本和南韓，美軍亦有能力迅速調派軍隊，以強大武力軍事打擊北韓。無線電視記者李卓軒報道。全國人大常委納入《基本法》附件三之後，前晚再有球迷噓國歌。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話，球迷的行為只會造成社會撕裂，又預計本地立法的時候會出現拉布的情況。唔見你哋係咪去咗口供蒙殺事註冊做師傅啊？要咗你哋做呢間做開嘅工種註冊噶啦，我就註冊咗啦。專工專責規定實施咗啦，冇技工註冊就唔可以喺地盤獨立做翻做開嘅工種。老豆，我哋都去建造業議會註冊咗啦，有咗專業資格，周圍都揾我哋開工，所以咪少見咗我哋咯。而家我哋個個都係咁做咧，同佢哋政治立場完全不同的，譬如話好愛國愛港的人就越嚟越會反感，只是造成一個環境咧，就係對抗性。但係佢話睇唔到強而有力的理由要有追訴期，又預計國歌法本地立法的時候會有人拉布。唔會話咁順利啊，因為立法會裏邊亦都係有一啲自己稱自己係本地派，但實際上係擁護港獨的人士。有建制派議員亦都擔心拉布會阻礙本地立法，但係民主黨嘅許智峯話，如果有足夠嘅諮詢，未必會拉布。可以用白紙草案諮詢，亦都可以喺事前喺公眾裏邊有即係更加廣泛嘅討論咧，咁就未至於去到議會要去到拉布啊，或者係即係肢體衝突咁嚴重。底線就係唔可以有任何侵犯言論表達自由啦。即係如果刑事法律有追訴力。咁呢個當然係違反人權啦。妖魔呢個國歌法或者係危言聳聽嘅講法，再繼續咁持續落去咧，就好多時可能真係會導致到稍後嗰個本地立法咧，可能係有機會會有阻滯。內地國歌法規定，奏國歌嘅時候，在場人士應該肅立，舉止莊重。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慧珠認為應該直。你叫鄰舍啊，即係難得大家係鄰舍，有時你幫下我，有時我幫下你咁啦。請支持鄰舍第一計劃。多多指教。呢張係我嘅卡片。呢度係我工作嘅地方。透過職業專才教育，入職前我已經學到呢一行嘅知識同技能。畢業後我可以好快投入工作崗位。工作表現就得到僱主的認同。松同沙田大圍拉了兩個男人涉嫌販運私煙，搜出約值189萬的走私香煙。在葵涌的行動，官員夜晚7點幾在一個工業大廈單位拉了個50歲男人，搜出大約80萬支私煙，約值180萬，相信單位用作儲存倉。以大圍的行動，官員拘捕一個45歲的男人，在他攜帶的夾和住所入面搜出3萬多支私煙，約值90,000元。今天是雙十一，多個內地網購平台舉辦促銷活動，其中阿里巴巴只是用了1小時，交易額就達到500多億，接近去年全日總成交額的一半。由楊家俊在上海報道。天貓在11月11日凌晨展開年度網上購物節，98、99億、100億，即係用了3分鐘
交易額已經達到100億人民幣，比去年快了超過一倍。頭一個鐘頭交易額更加突破555億，接近去年全日總成交額1207億的一半。阿里巴巴集團主席馬雲亦都有到場見證新紀錄誕生。今年天貓商十一有超過14萬個品牌參與，比去年增加咗40%。當中有6萬個係國際品牌，集團認為反映雙十一成為國際化。天貓今年亦都結合實體商店，消費者喺智慧門店同埋零售小鋪頭等等都可以參與雙十一。Let's say you are looking at a dress and they don't have your size.But they have, you like the style or like the color. So you whip out your mobile phone, you scan the code that is next to the dress. Immediately you can find on Tmall the size that you want and you can purchase it on your mobile phone. So the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delivers the consumer a seamless experience.他又說減價促銷是吸引消費者的一個方法，集團會繼續引入更多創新元素。無線電視記者楊家俊在上海報導。紐約股市個別發展，道指連續第二日下跌，美元匯價和金價都下跌，回來會有詳細報導。金粥罐头提醒你，关注十一月农历节气。金粥罐头，金香可口。放心食啦！放心食啦！想放心就要食选料上乘嘅创格放心腊味。金粥花生油，选料新鲜。金粥花生油，浓香又健康。职业安全，以策万全。饮食业工友，使用刀具及机器时要小心及专心啲。地面要保持干爽清洁，运送滚热嘅食物时要提醒旁人啊！资料由职业安全健康局带俾你。从今日起，你要爱惜生命，一切未定，但我对你尊敬。爱生命，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24小时求助热线2389222222。厨余咧系一啲好有用嘅有机资源，但而家咧好少被分类同埋回收善用。咁我可以將每一樣嘅物料咧，盡量去用盡佢。世界各地好多嘅市民咧，其實都仲係捱緊餓，唔好因為我哋得嚟嘅食物好容易咧，就唔珍惜佢哋。第一步，你唔好浪費先咯。而家食啲咩啊？好落噶！快啲嚟同我哋一齊消滅香港嘅廚餘啦！话你知，强积金供款最低有关入息水平已经提升至7100元。雇员嘅每月收入低过呢个水平，唔需要。